数百万年前的远古星域，一片混沌，黑暗中无序地游离着各种元素，元素经历长年累月的毁灭与新生，孕化出了第一代生命虚。面对死一般寂静的星域，虚决定改变一切，他想创造全新的世界，用另外一种方式继续寻找提升自我的方法。于是他汇集体内能量，引发了旷世的大爆炸。在爆炸